这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的内容。
네상원올리야네가르사치루딜리서치루딜리네스곰레首先要跟大家说午安다나쇼베에가르사다나쇼베네 FM 디즈레가르사체유스마레안도공다치루레가야바체도베로아예那么早上呢，我们的这个 FM 似乎，我们的 FM 似乎不是太清楚哦。但是希望呢，今天下午能够清楚些。다들이뉴스안에다다나쇼베你的你给的胸前不对，这是胸前来的，好了他，我让你给胸前了，没事的，没事。他得了呀。听不到了，从推门给，推门了，咱们啥的哪呢？咱那小白子，接电充的送不来是。首先呢，早上是特别对于在家人跟出家人共同的一个修持方式，也就是六随念的方法，这是今天早上提到的内容，它是共同的对于出家人在家人共同的一种修持方式。大家来讲，这古教诵结束着吧？哎，那东华寺就是啥呢？哎，那金碑圆殿结束着吧？出入名圆殿结束着吧？到底解决啊我的解决你第一套了呀那其实这么三句啊那么在这里呢有提到说六随念也就是随念佛法僧三宝然后呢还要随念布施也就是随念随时要记得说哦布施他的功德跟利益并且要怎么去做再来还有叫做随念戒这是在第十四页哦就是随念施还有随念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随念天。他垃圾垃圾是全部的呀，不是？大家说的，看不空面的，啥子说的呀？不然就，现在这边我写一个印章。那三点给我写也不印章，那就三点给我写，也不印就算了。你那趟就给我写去，他说的，四个月你不了，他等这个过，没把钱给你呢。然后让你然后说说去八月去，八月被电动给我去送药的是。那么什么叫做随念天呢那在这里指的也就是我们说在天界的上部天界的很多这些天人们那他们因为有这种修持止的或者说禅定的一种神通所以因此呢他们能够有一种神通有一种力量他们随时能够看到我们关键到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随时我们想到说、哦、原来天界的这些天神他们能够随时看得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不容易放逸就会不放逸所以这是随念天的其中一个意思娘呢我们就是很明显但这部电影是有给我接了的那什么研究生呢那他接触什么研究生呢
温度下一点我脱不得，温度下一点上脱不得啊，那俺给就说，那就给外就说，那不搞的，那就准备脱离全部研究生了，那就给外的当两个书记，接着是就给外的偏远差不差，等这几年过年去要不意思了。另外呢，随念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投身到天界，这是一种善道，这可以说是一种成果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投身到善道，投身到天界呢？所以我们就是要行善，这个投身的因就是因为行善而能够得到。所以如果为了要得到这种天神天界的这种善的果，所以我们随时要意念这个他善的因，所以就是要行善。所以这是随念天的另外一层意思，也就是随时提醒自己，哦，要随时的行善，就是行善，要思维这种行善他的功德跟利益，这是随念天的第二层意思。看到了他看到三个今天都全面三了，各体制作哪里啊，你讲个印度修路的판매출로도차디어래근데인도산에힌두기아니출로나눠려아니지에잠내스아댐베지라창보다개진나소마에드다담제에너지추유다잠내기아누시체네에여베인자심시다지여베인도산아와다덴저베지라창보다개진나소베다들이든지가다유주내가부터튀마지수도뛰인체아니되면서로상에좀된대얘기야아니대대비상보다계신게대와토바대야아니주저와를총이며치저와대야지계획자와를계획교계와사발을떼네교계와를저외배발을떼네총인지부진바다도스가수지상계송여인주사나디간다든지좀관련좀만들었어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提到来想哦，也就是我们说像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的印度他的社会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大家当时社会上比较信仰都是印度教，所以在印度教当中会觉得这个大梵天也好，第十天也好，就这里所谓的随念天的这些天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值得皈依的，而且也是可以我们供养的，然后是我们皈依的这样一个对象。也因为是这样有印度教的一种习俗，所以呢他们特别重视这样的天神。所以我们常说佛陀他在制定很多的修持戒律也好，他都会符合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的因缘，当时的这些时间而制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六随念当中，随念天的时候呢，佛陀也这样子提到说，哦，可以随念天神，但重点是要随念如何能够往生到这样的善道的天界的这个因，我们随时要念着细着，就是要行善，透过行善才能够有善的果实。Tự họ đi thẳng vào thực hành phần lớn hơn á là người ta học và ta đi chơi này à nè kế hoạch chứ thì bao nhiêu trăm 在之后呢提到的是行持十善加上修罗岗啊吧也就是第五个祭文给完了咱们出过绿党呢俺的意义大都电意强那么来到提醒给我也错了我不能给问题十善诸业道生于异常清远离于诸酒一行清净命제가드린치료아니바지지가수에개화주때개화주단티도저미기와주어제네다한다기주주주단
每个就帮助来准备，那就是提他来啊，就难得钱的，几平均，平均三百多的，你这三家先拿什么钱送？那么我想呢，在今天下午，最主要就是会针对这样的十善，还有也就是它的相反的，就是十恶的这些内容呢，做一个介绍，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修持这样的十善，同时断除各种十种的恶行。那我们可以好好的，仿说他也会把他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两个的，但南北兄弟呢？南北兄就讲说，等于三个兄弟搞了呀，就但提拔其中开发了钱呢，俺那就提拔钱不大，提拔年头提拔少了，就一样的啊，这是。首先呢，我们看到说，在佛典当中，我们看到佛陀教导了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大乘小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说菩萨的还有声闻的这样的修持内容。这段给南北三个为西在哎呢这绝浪荡得罪地的哎呢这把这些年退给兄弟说开起来这段第一的哎呢提的胸主钱呢？哎呢，搞成中华经是的。所以在佛教的可以说根本上，基本上来说，有关于整个佛教的，比如说我们的行为、行持，还有我们的一些见解，我们会看到，在声闻的或者说南传小乘的典籍当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所以我想我们也可能要依止，我们现在要依止这样的内容来做一下介绍。他提呢，本来他，就说他，他提呢就原定的什么，那年年年给早晚了不的，那就东巴的出境，年过祖国也把它引不来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常说到，别解脱戒。可以说它就是一切功德的基础，也是一切修持的一个根基。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戒律，戒律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对了呀，那但说说他们，说说他们日军送过来的，日军送过来的，他看他说他那个多么的的差的呀。我们可以说什么叫戒律呢？可以说也就是叫别解脱戒，也它有分叫七种别解脱戒，或者是八种别解脱戒，有不同的一些说法。第二呢，跟他给年头了，全部移民呢？啊，你给年了呀？这当个，他好像，这是不是忙着他？给年了呀？他日这么的忙不用的，完了是啷这么着？举例来说，在家的，也就是居士界来讲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居士界。但是就是你的阿祖的这亲人那边那的确实需要把忙不及配合为就是你提出钱做提出钱上路去打钱那就给你的这些就写给你的。因此呢，由于在今天有这么多的我们说在家的法友们，也同时你们自己也是一个佛法的修行者来到这里，所以我想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关居士界，也是在家的一个居士界的一些内容。
thêm về cái sự thực hành đối với những cư sĩ tại gia. Đã thế này à? Ta kỷ niệm thế này à? Anh ấy về từ đây chỉ dùng đi à? Đấy, cái sao? Ta bên này thì cái kỷ niệm thế này à? Anh ấy đi chưa vào? Tổng bộc quân là người mình kêu sum mà sống hoa là mẹ sao? Thế nên là sao? Kêu sum gì mà kỷ niệm đấy ta? Tổng bộc tham gia cái sao? Kêu sum gì mà kỷ niệm đấy? Gì mà chỉ cố gắng đấy? Ta kêu sum gì mà kỷ niệm? Tổng bộc sang cái đề bản này anh chụp được thôi. Gõ đầu. Ta chăm chú tổng bộc xử lý sao? Chăm chú tổng bộc xử lý sao? Này đi nào này? Cũng cho xử lý cho xong. Thì ta xung sức xung yếu cái lý á. Chỉ cần là dùng đi ở đây sao? Anh chơi là kêu sum này, xem chưa là chào hoa băng sao dùng đi? 那么讲到居士戒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说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居士戒，指的呢也就是皈依的居士戒。那这个皈依的居士戒可以说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佛法的戒律的一个根本，就是皈依。所以我们说我们进入佛门，我们皈依了之后，我们说要皈依三宝，佛法僧三宝。所以就像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皈依法宝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我皈依了法之后呢，我不伤害众生，就是我不害众生，有这样的一段话。Phát hiện và thọ giới. Nhưng mà cái điểm đầu tiên nhất, quan trọng nhất là chúng ta phải quy y nơi Phật Pháp Tăng. Cái đó là một cái nền tảng căn bản nhất. Và thế mà chúng như là chẳng hạn đầu tiên chúng ta quy y nơi Phật Pháp Tăng, nhất là chúng ta quy y pháp, tức là chúng ta từ bỏ tất cả những cái hành động tội ác. Thế nên như đi cả được xung quanh rồi sao na? Anh nên nắm bắt sáng kiến và chế về, chế này xung quanh cái thâm sâu đó thâm bút đi, xem chế là sao vậy anh đấy? Chưa nhầm này chế về, chưa nhầm này người ta chăm chú này, xu này, anh ấy chưa nhầm này chế cái về, thông mà đấy anh ấy, thực ra. 甚至策划版本的国主国要的是，他得全国要的是。所以这样子的一段皈依的文字，我觉得它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什么呢？这段话它在告诉我们说，当你成为了一个佛教徒之后，你要知道第一个你所发的誓言是什么呢？就是不害众生，也可以说，所有我们进入佛门之后最。开始的第一个羞耻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伤害众生，不要伤害任何一个有情众生。但现在吵啊，现在那边生意是啥呢？那现在那边西单街吧，办事还是用的。我们常会说什么叫不害他人呢？会有一句话就是说，各方面的，或者说从，不害他人。现在那么是不是呢？绿的来那么松散，那个来那么舍不得。现在那边，那边吃完了收呗，和绿那个。那我们说什么叫做害他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透过有几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身体上的三种行为，我们会伤害到别人；同时，我们在语言上的四种的这种语言方式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西单街吧，啥的，西是就是啥呢？一言难不顺，难不顺就是老板倒啊。松不得，哎呢，现在那边中央这边，西藏来个南岛、南卡那些民族啥呢？哎呢，西藏这边啥的，不是绿旗，但一旗没给我松不得彻底意思。
所以我们就像刚刚第一句话说，什么叫害不害他的时候呢？指的也就是从基础上的不伤害别人。那这个什么叫从基础上的不害别人，是指说这里的基础指的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上的各种的有三种烦恼，也就是贪心、嗔害心还有邪见。那这三个呢是我们要断除的。那这三者它被称为叫做一种害他的一个基础，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贪心也好、嗔心也好、邪见也好，因此会引导我们的身体的三种恶行还有语言的四种行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常说不害他的时候，会整句话会形容叫做说基础上的不害他。所以这里基础指我们的三种恶行。我是那把钱的，可能有些没得钱了。刘大娃个来那把你不得用的，但这位刘爷，刘大娃个来那把天，哎呢，做西子郎，哪个的？哎呢这，哎，他说是，一级来那把，一级来什么？一级，哎呢，没给我送的那样的吧？一级没给我送不得啊？哎呢这，牛毛马帮我这。但是你们往来的你们的人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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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人啊，就是年龄的时候，就身体下来，就什么都搞不得上头。但也没得，就身体先给，就，他就偏得少嘛，偏得少来抓住，就身体先给。他就偏得偏多就，他全球身边交往那些就计算不清楚了呀。那玩意儿，这，我说马车不上不了马道，先给身体掏起来啊，就策划保养了，我说那干得快。即，来整个月呗，你就算了。反正来了不多，你样子。所以呢，在这里，当我们谈到说不害他的时候呢。那最主要是指我们的身体还有语言上的这种伤害，别人刚刚解释过了。还有这里提到说基础，这里伤害别人的基础也代表我们心上的各种的恶念，就像刚刚谈到的我们的因为贪心或者因为我们的嗔害心还有因为我们的邪见，所以会伤害别人。那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就看说，哦，我自己的这些这种恶念它是从什么而生呢？它也是因为从烦恼而出生的。那么我们就谈到，那如何能够对治烦恼，那我们就要有对治的方法。那所以当谈到如何对治烦恼的时候，还是回到一个对治的方法，也就是这种戒，就是不害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戒，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谈到都是声闻乘，我们也可以说叫小，就是一般我们翻译叫小乘。所以这是指声闻乘里面，你看他也都谈到说要想到众生的。那一般我们会以为说，哦，南传的或者小乘的只想到自己的解脱，但其实不尽然，他也有想到这个众生的。虽然他可能没有像是菩萨乘当中提到广大的利益一切的众生，然后行持六度的菩萨行，但是看到佛法这样一个基础的声闻乘，他至少也谈到说不要伤害别人，这也是最基础我们应该做到的，而且光是这一点其实也很不容易了。Where you don't come and
khi chúng ta nghĩ được như vậy thì chúng ta sẽ có một cái tư tưởng rất là mạnh, là chúng ta lúc nào cũng không có nghĩ đến mình hại những người khác. Mình không có từ cái ý nghĩ suy nghĩ như vậy thì những cái hành động, những cái nguyên nhân mà đưa đến những cái làm việc ác lần lần nó sẽ giảm bớt. Bởi vì gia đình cái này là một cái căn bản cả. Thế nên như sao này? Ta xem là phải bắt chụp lại, nghe là rõ nhị gì? Xem là bị chao chao gì? Ta rõ nhị nhóm mông ba, cái là cái gì? Cái số là gì? Về gì? Mà control 什么的，阿拉讲什么是卡罗脚东西，什么的，看不得假东西，这这不是明白一明呐？先别做不赢呢，俺刚才我们说就是啥呢？俺那金牛毛被先往都扣的，俺那先别，我先别就做那样，肉没给喂，当的，那边菜喂过呢，看手机，吃瓜子，你这几个那个不是用米水泡的，这里就是啥呢？开始学的。하는 도스 라 비입니다. 다음 예를 해야지. 그다음 아주 세대야. 다 한다지. 년주 기총에 산다. 년주 기총 사면도 다 한다. 대 신의 시단 잡아 뭐. 들리질래 하려고 해야 돼. 개정민으로서. 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当你真正要想帮助别人利他之前，首先我们先要做到的前提是。我们不要伤害众生，也就是说，至少呢，我们要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烦恼。要不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管好自己的心，自己的烦恼都无法控制，却说我们要利益他人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情况，就是你一开始想要利益众生，但是最后呢，却变成是伤害到这个人了，那也就是因为你无法控制你的烦恼，虽然你有一个好的发心，但最后反而可能伤害到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呢，这里讲回来，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我们可以称叫声闻的经典也好，或者比方说不要称这个名词，我们就说对于整个你修持道路上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这样一个从根本上基本上发心上就不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戒上开始，同时对这些戒对这样的内容有一个好好的学习跟了解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是啥呢？但就不能去，主要那稍微凶的，送到那些街的嘛。但没有就自己写文明的，其他的，一个那不送的，可是，那个绿的那不送的，那个那不写不的，那就来一把，来一把写不写？那一个那不送不的，来个拉米意思，嘛都是来吧意思，啊，你就送了。So, 那是对人民币的，看到是两个，是 number 几，一个 number 几嘛，比如说什么，但是现在就把数字出不来不行，看到是绿的嘛，多的没的呀，那得是地主都交完钱的不咯，哪个多的有的呀，就自主嘛，就交完钱的了，这就不是公平了。所以呢，就像在《俱舍论》当中提到的十恶的时候呢，他有谈到说，我们身体有三种恶行，语言上有四种恶行。那《俱舍论》形容说，这样的身三口四的恶行呢，它被称为叫做业。再来是心上的三种的恶念，这个呢也是要断除的。《俱舍论》称这心种的心上的三种呢，称为叫业的道，道路的道，业的道。也因此，《俱舍论》也提到说，业的道并不是业。那这里的业呢，指的就是一种行动。今天就是那边六月高呢，一级别廿八三，那一级别廿三的用就是那个，或者叔叔给相当钱吧，总之把它亲切。东西吃不上些个，你这个作用。但因为另外个交了，我是他们因为呢，但这个的我是他们去看水，跟刘哥哥的呀，就下不吃过啊，都不当。
哎呀，对吧？把这敲个结果，人家忙不用的了。所以在戒律里面，你会看到说，心上跟牲口上是不太一样的。譬如说，我们心起心上的一种犯了各种，比如说三种恶行的恶念的时候呢，我们会说透过忏悔，还有透过一种我发誓，我将来不再犯，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身体上跟语言上的恶行呢，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行为了。所以他忏悔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僧团里面来说就要有这种布萨的行为形式，或者仪式，或者说还有各种其他的忏悔的各种的仪轨方式，因此方式是不同的。今天就是那边的所有都不下小兵，但不就所有对于跟了穷百年俺他的这个所见为八度里啊，俺国的里啊，这都是退休了，也为民长。但不说军队有功劳，也不正是，我你不啥样嘛的是，没给我啥样嘛，没给我钱样嘛的是。但那印度啥呢？俺国的退休了就也为民长，俺那开发那么给，那开发什么了？他就老早的两百那么给，俺地不如里啊，就说军队有功劳，全部他他妈他。那不上去，这说里啊，这他说，这那不是家当，哎那这，这他说他没给我敲了嘛，多呀，人家这个特别是家这个顾客不是原本没得事。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杀生的时候，我们说，譬如说想要杀的这种念头，一直到你真正的行动，并且真正杀死那个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起这样的心，跟真正杀到这个人中间是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在经典里面律典当中提到说，光是你有想杀的这个念头呢，它并不造成一种恶业，你并没有造恶的。但是呢，当然过去有很多的大师跟智者，因此他们会提到说，中间有这么一段的想杀的这个念头升起，一直到你真正去做的中间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时间，就是说你可以告诫这个人，就是说你可以提醒他，告诫他，告诉他说不应该杀生，应该断除这个恶，所以他就不会犯这样的恶业。所以过去的一些智者呢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只是想他并没有造恶，因为他在真正行动之前这段时间当中，你才是可以告诫他，可以让他的心转回的。今天就是啥呢？古龙结婚呢，路上还来了，没修过八路了呀。退休多少岁？原本就是啥？俺说这，什么东西吧的这，俺说别把这给在底下了，狂把了年月吧的，找了命月吧，那么一，俺都怕月吧的，自己。因此呢，你可以看到说，当你升起一个恶念，一直到你真正身体或语言上去行动呢，中间是有时间的。所以当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你真的应该好好谨慎，好好的思维。所以这里比方说有一个西藏的谚语，就说你好像头上也有长眼睛的人呢，就说你会更加的谨慎，这西藏一个谚语。但也那样一一那么什么都看着人，一一没给我送不得，哎呢，别就看出来了，别那不是没得不是没呢，那不是干不脏的，那不是他那里呀，别就乾隆乾隆没中华呢，哎，他没给我啥差不了，当然了，就那不是建筑了，就多吧，这个就三楼了不就，看出来他当脚不夹腰了呗，给他吃饼没呢，他得了这个，就三楼当时就约不着，过个就约不着。那么当然还有在谈到说，那么三种心上的这种恶的时候呢，譬如来说这个伤害别人的心，这种害心一升起的时候呢，那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讨论，譬如说你只是升起这样一个害他人的心，你在你还没有真正行动之前，
那这段时间你到底算不算造恶？还有升起这样一个恶念之后，你是可不可以忏悔？他有没有造恶等等？这在律典当中也有一些解说的。别人唐某那不是你解了吧？但那不是你鬼龙得不起，牛毛不得不起解了吧？鬼龙别人。没得了，毛扎三步起，那毛扎三，那毛扎公，我打住他，住我住了，我呀他，没得了，毛扎其他的去了没得，就 computer 去了呗，听啥？咱们说了 computer 开始古玛家呗，印章，得别了下回你要么着，这啥？哎呢，那不是个工人，得别了没得了 ，computer 也不是几个呗，没得，他得了，提，打了冲了，这么容易吧？你这些呢？你这个不看手机 ，computer 的通掉去，就是连掉的通掉去，三吧？你这几个？所以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第一种贪心好了，举个例子可能是一台车好了，但是方说哎不行，这个车可能太大了，那我们还是说电脑好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 Dharamsala 听说常有电脑被偷哦，所以说就用电脑来做比喻，就是说如果你譬如说你看到一台电脑，哇这个电脑好漂亮，你升起一念说我要这个电脑。他昨晚的他过一一个来什么的，一个来来个拉面没就是那那另外个那不是发现同一个意思嘛？他也没那样，我昨晚就错过不要了嘛。他昨晚错过那肯定就来啥的，他 computer 的了原点哦 ，computer 的了在完了，那就特别表格大了，那就排序忙了，是不是咯？他这些 computer 的原点样样到的。他那些阿拉了 computer 的这些面话的省掉了，是不是？他这 computer 没被省动啊的。他那些，他 computer 的阿拉通那的肯定也不明东西，是不是咯？他那个的呢，哎，他说，哎，通那里边都念呗，三吧，样那样的呗，假的吧，说吧，他这个的，就叫他错用率。所以呢？接着呢，就谈到说，你继续的这样去想，它也可以被称为叫做有一点像一种行为。当然，它当然不像是这个牲口的行为，但是你的心念它是不断的在运作。譬如说，你就接着去想了，哇，这个电脑多漂亮啊！你看它的功能真多啊！你会不断的去想。而且接着你也会想，哎呀，如果你看我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电脑，所以你很难过，所以你又有伤心的感觉升起。同时呢，你也会再继续去想，啊，如果我得到的话，真是太棒了。就是这样的各种的想法，不断的在运作。这就是，最开始你升起一种这种贪念之后，接下来你不断的在运作。所以刚刚这里方是补充到说第二段哦，他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电脑会多伤心，他形容一个词叫多 painful， 就是多伤痛啊。这三种就类似这种的各种的想法。点着我手了，他点着我，你这能现在给我们了，他喊他这给我。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一定要这三种类型的想法，就是。类似的，你的心念这种就不断的在这样想，这样运作。但是这样的样子呗，就讲话的样的样子，错用就是啥？等你拍个几里啊，那上路前面吧，先。但你透过多嘛多，他说，透过多嘛多，这个面都三百多几个的，三百通通啊，都是他三百百硬打吧你。人家讲他这气话少了，他那的跟别处的套工都是不是？他看他这上面统统啊，是建议的，人家心里那不是不是要差用过的是。然后呢，接着你不断的这样的思维运作，但突然到有一刻，你就说，这时候你不再有其他想法，你就完全坚定的，你想说，就算我死了，我也要这个电脑，你就觉得，我应该要开始行动了。我绝对要得到它了。你这时候已经其他任何想法都没有了，你就专制一念，就是就算我死了，我也要得到这个电脑。所以这些智者就说到这个时刻呢，这个就被称为叫你升起了贪心。
다 담보지 걸 가서 끌어올 때 되는 지 좋아 체도 곧 가서 곧 도도리를 잘 타마들한테 도도를 찾아 집에 가서 왔다 오늘 좋은 데서 근데 신의 이제 넘어서 살지.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整个的过程是，最开始你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之后你不断不断的想，你的心不断不断的在运作，最后它成为这样一个很好像是一团这种的想法思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才叫做真正升起了贪心。所以我们常说升起贪心，指的就是这样子的，从最开始的动机到不断不断的运作的思维。这个整个过程加起来，这个叫做升起了贪心。印度山呢，那不是没劲，那不是没劲，俺就没给我注意那个，那不是没劲啊，然后忽然的开始有的这个 step 就开始学印度山，然后俺就就我那就忽然就滚龙剑不成，滚龙剑不成就我提不上头嘛了，变成迷信到这个，就那个第七小、第七小是那边呢，看了蛮年了。我提不上嘛了哇！这里就是呢，哎，那个三六拿落来啊，个桂龙剑就是呢，第七学、第七学、岁学、度学，然后呢，桂学是忙不起，满世纪忙不两百以内啊，看了蛮年呢，那个提不上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常说哦，升起了贪心，真正的造恶的升起的贪心，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有这样一个运作的过程的，所以仅仅只是一个动机，它并不算是真正的造恶。譬如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么做，你要做这个坏事，你要去杀，你要去偷，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听，你也没有照着他这样去做的话，其实这个并没有算是造恶的。当天这边个三八天，我告诉你，日系送就三年，我碰见了一个呢。我告诉你，嘛，身边弄的嘛送的，但我就没办法吃了我的事。当你继续这样子想了之后呢，最后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它就真的到了你的心中了。它好像是一种叫做睡眠一样，它就好像。沉睡在你的心里了，他就完全到你的心里面去了。但是他你们这里养 computer 每个同事的经理呀，每个同事的经理也不钱，但是这里呀就出去门一边打包了不几个，给，完了就那得通到工农这个打，俺打那就提原点，哦，他今年等于得没看些。多了搞不多，那 computer 搞不养不肯这名都也算算不进，真的这个也样样都被教啊教啊解决了，那等于他说这旁边说的呀，我们都教的，那个他说的，养我能生活，我教的起来呀，养，他说我你把这推过来是。但是呢，当有一天突然又有一台。电脑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好像已经沉睡的这种贪心，它又会升起了。你可以说这种叫非礼作义，或者叫不如法的非礼作义的心，哦，我要得到它的贪心又升起了。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各种颜色的东西，所以他可能会想，哇，这台电脑的颜色真是棒。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你这种好像沉睡的这种贪心，它又升起了，它很清晰的又冒出来了。嗯，当然就是，或者一级来了，一级来那么的算不得了，得差的多大？少去吧，那我到底不是意思嘞？少去的就归拢了些，俺等的就归拢些吧，咱们这个那个地方就要嘛的，地方呢？他就说军队一军龙的养那养都别搞笑，他就，果然养脚娃忙不起，脚娃，他不就脚娃的三六托呢就脚脚娃忙不起，他得留下来修，留下来修呢，等于吃大了他，哎那就搞笑，他那就吃大了路的，吃大了说不搞笑的，他没有脚娃的钱，他妈的了呢，搞笑的，我算了，你用过了吧。那得你俩就 step by step 才能知道多。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牲口业的恶行，它的运作的方式哦，可能透过杀生来讲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最开始，你有一念心说我要杀，你有杀的动机，但仅仅是这样的动机，它并不算是造恶的，而是就像刚刚提到的，你要有一个不停不停的想，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运作，一种心上的一种行为的运作，不断不断的想，接着呢。这些整个这个杀的心进入到你的身跟心，接着你就开始磨刀了，然后接着最后呢，你可能就真的去杀了个人。那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这个才叫做我们说身体的三种恶行当中的杀，它的意思。山河大地皆有情，发心护持殊胜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生命是一体的。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有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点是台南龙明寺举办礼拜地藏宝忏，恭请湛净法师领咒。日期7月28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地点台南龙明寺，地址台南市永康区中正五街11巷45号，联络电话0624370400，0624370400，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生命点是板桥悲愿讲堂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恭请湛净法师领咒。日期8月4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地点板桥悲愿讲堂，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联络电话02-2963-7336，02-2963-7336。上午7点半于江子翠捷运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鬼书上面说，幽冥众生在晚上7至9点，9点至11点后不受食，那么这两个时前所做的施食有意义吗？错了，正时正式在放
大蒙山很认真的时候，你看规定要在晚上7点到9点，啊，或是9点到11点，啊，并不是说这两个时间不能放，但是呢，在甘露施食的话是不分24小时都可以，啊，我们只是说，如果你要特别，啊，做这个仪轨很圆满，让更多的轨道得到利益的话，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啊，但是平常到处哪里都有这些孤魂野鬼，你愿意去做，那都是慈悲。讲座。